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很开心来到硕文股份有限公司。那本来他们之前有办一个经销会议，但是因为之前有事情没有办法前来，那我前一阵子因为脚受伤也都没有办法出来外县市，然后今天很开心第一次出来行程的第二天，我们就专程来拜访硕文股份有限公司，来跟大家分享他们今年最新款的T5 120跟 T5 140。那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T5 120跟 T5 140，在国外的新荷兰公司是他们目前应该是最新款的车型，然后也是符合我们现在台湾所需要的五期的环保的法规，五期的环保法规的一个规范的车型。那四缸的车有 DPF 还有必须要吃尿素的一个系统的车型。那简单的说，这一台 T5 120是四缸最大马力大概就是117马T5 140最大额定马力是130，最大马力是140那两台的属性会比较不一样。 T5 120的话，因为它轴距很短前后轴距只有2米多而已啦只有2.38米所以如果你要去做中耕还是播种或是说其他一些累够的需求这台车是蛮合适的。不要看它这台车看起来好像很大台，其实是它相较于之前的115就八倍车型，一些也驾驶室的驾驶舱做大了做得比较大，轮毂做大更大一点看起来是更霸气但是整体而言它的轴距大概就是100马车的轴距，驾驶舱里面变得更舒适。我们等一下会进去它驾驶舱看看，顺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T5 120跟140的差异性。今天的一概介绍两台，但是不会讲得很细节，但是希望说我们简单来介绍，然后你们对这个车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到硕文股份有限公司来看这台车请农机行或是请你们的当地的业务跟农机行一起陪同你来看这些车型那最新款的车的一些特色呢，我们等一下会来做一下介绍。然后我们环景拍摄一下PTO 一样传统的，它结构非常优良的 PTO 三速的一个系统，540/750/1000120的部分就有了然后外部他们还有一个做一个 PTO 的后部的一个轴承的强化加上一个合体油封降低说油封损坏的那个风险来还在标准的侧边水平三组外部油压。后轮的部分是搭配136R38 的一个轮胎其实一旦各用各大起149或169轮胎应该是都可以装的但是你的需要来做配置。那以目前公司的规划，在这 T5 120还是会最着重于可能是在水田使用的车型，所以它是把轮胎做小做窄那像前轮配的是1228看起来是规格是比较小也比较瘦给卡塞带但是你看它的轮毂的大小，其实你要再装到更大的轮胎是可以再 up 上去的就是看你的作业需要是你的作业环境需要而去加大加宽还是说像现在目前做的是最小规格的配置。那这一款最新型的那个车头就像现在他们 T6 这个家族的四徽那个很像一个金鱼的一个流线型的一个车头它原本网子在做到后这前头在这一段来，现在整个往后延伸到三分之一来了那个它的整个看起来的话更帅气更流线其实在我们在车室的在方向盘前面的看的视野其实是非常的不错再加上这120码的车它轴距都做到2.3米所以
在它的转向上面哈，转向顺畅度哈，跟它视野其实都是哦，以它过去来讲都是加分的啦哈。让它在阿东塞行和咱诶俄勒公营的车就是 socket 哦，好保养 ，PTO 强哦啊，视线好操作哈。所以到现在你说他们之前的 TL 系列的哈 ，L 系列的车型哦，还现在还在。农牧哈、畜牧场啊，还是做二线使用，还非常多人使用，很少看中古车流出来，原因在这里。那目前公司已经进来最新款的车型哦，有兴趣的客人应该来看一看，现在他们的一些最新款的一个特色哦。那我们现在先进入 T5120 的那个驾驶舱哈，它的先讲一下它的柴油油箱大概是。多少？117，它的柴油油箱哈、大概是174公升了、尿素大概是12公升哈、尿素加油的扣我会在这里哈、其实这个要加也蛮方便的。然后我们要进入它的驾驶舱，驾驶舱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情人的哈、小座椅啊。其实跟老实说哈，其实跟他们之前前一款的那个115的配置哈，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只是说，它的驾驶舱有稍微放大了一下哈，所以它的视野更好。那我170几公分坐起来的话，其实它那个流线的车头，其实你根本看不到鼻头哈，那个视线是非常好，左视线、右视线哈，其实都蛮不错的。加上上哈。国外有可能有其他那个铲斗的需求，所以他这边还做一个天窗遮阳了，这遮阳了，但是它上面还有一个天窗，是如果你做铲斗使用的话或其他用途的话，视线不会这遮的，因为它这边的玻璃是做圆弧形的，所以视线更好，更好看。那它的配置上面呢，其实这个他们四缸的仪表板的配置，其实你们看应该都知道，这个是没有太大的差异哈。那这台车是标准档位是前进16，后退16哈，再加一个超低速档哈，所以它的最多的档数是32×32档，好，也就是现在这个的哈，高速档、低速档啊，然后再按半速一档一档换哈，所以是标准使用是16档。然后有一个超低速档，所以是2×2，等于是说，前进32，后退32，最大的那个档数哈。然后再是线索的哈，三组外部油压可以做使用，所以如果在水田然后使用上面哈，其实是很合适的哈。那 PTR 开关在这里，这个如果是塞开新荷兰的那个卡扎利塞新荷兰，像有在这个哈，这个香菇头的那个 PTR 开关哈。像如果都 PTO 开关，那然后再是外部有那个 PTO 的线索哈，540、750、1000好的档位哈，然后再是它相关的这边的配置哈，它这个有四轮传动还有自动四轮传动然后再是差速器的配置，然后再是定速的一些功能，然后再是这边是举升的一些相关的一个配置哈，脱离。下降速度、高度限制，这边都有做，我们可以旋钮可以去做操作去切换去调整然后这是线性他们家族、他们公司从以前到现在使用的这个线性的那个滑鼠这个我大概这个它这个系统大概是我。正常使用下真的是没破万点的话几乎没有机会会去修理到这样的它的举升系统，因为总而言之是它稳定性其实是蛮高的了那这个大概是它这个收音机，这个是大概是100T5120的一个驾驶舱的配置，大概是跟之前的115是一样的那到左侧来。左侧来是它的那个相对一个置物盒你可以放现金、放支票放槟榔也可以然后这边也可以放饮料这边一个手机的置物的空间那
其实还有一个关键是说，我们如果看回转离后侧的打停的状况，看得到看不到哦？那这一台其实是看得到的哈。咱细算哈，伊的头皮啊，无讲真正做大地哈，加后边诺达里哈，左右连大边小边有遮到。其实，哦，我们像左后侧看，像右后侧看哈，它的头皮啊没有做过多的延伸哦，所以如果这边挂回转离起来，右后侧的视线，他们刚好是突然这样斜切下去，所以。你背落两米二、两米三的回转离哈，视线是还是看得到的哈，哦，所以是大致上这台是它最新款车的一个配置哦，就是现在符合五期环保法规的一个车辆哈。那五期车哈吃尿酸哦，大概是趋势了哦，所以说现在哦，相信未来如果补助的话，你没有一定的那个环保的那个引擎的话，其实现在补助相对都是。哦，以这些环保车为主了哈，哦，所以哦，慢慢的，相对的，我们台湾的一些技术性跟修护能力哈，哦，跟客人的保养的观念提升，哦，对这环保的个共识跟议题哈，哦，我们是要慢慢的也能去接受它哈，哦，啊难道朝这个哈，哦，政府的政策去走了哈，哦，环保的问题是吼，哦，让说我们地球暖化能减缓下来。某地况像天气那么热，哦，所以为了这尽一份心力哈，哦，我们现在所有的车、货车、轿车哈，哦，甚至影机、大货车都是要进入环保的一个哦规范之内哈，哦，才让我们这个地球哈，哦，能更让哦能哦暖化可以减缓。那我们现在等一下来介绍一下 T5140 的车型。